基隆市议员林敏勋和曾怡芳联手混双对打定内国小桌球校队代表，双方你来我往，来一场激动却不激烈跨世代的友谊练习赛。对，暖暖区定内国小发展桌球不遗余力，近年来定内国小桌球校队比赛成绩非常出色，因此杰出校友基隆市议员林敏勋特地结合市议员曾怡芳个别捐赠乒乓球桌共两台，以及基隆市米谷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吕居汉出资50,000元球队使用基金，分别出钱出力，希望帮助定内国小桌球队更好更强。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工欲善其事，那必先利其器，所以说这个桌球好的一个设备呢，才能让同学有一个好的这个设备来练习，那进而可以得到更多的奖项吼。那所以说我们不只是捐赠这个桌球桌，那我们希望在明年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定内国小的这个桌球教室里面呢，可以来继续来购置这个冷气吼，因为这个地下室真的比较闷热吼，那同学在练习或者在比赛当中都会大量的这个流汗吼，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冷气的设备吼，可以让他们在环境上可以更加的舒适。今天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跟设备，才有办法让小朋友更加的去充分去练习他的才艺跟他的专业。所以在这里真的，也谢谢敏勋议员跟居汉哥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来为我们地方的学校来做贡献跟服务。在定内国小这边，教练啊，还是整个学校的打球的风气都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说，希望定内国小可以为基隆可以争光，所以我希望说他们有足够的经费，还是说什么可以去建设完善这些设备这样子。对于来自议员和民间的资源挹注和加油，也受到校方由衷感谢。我们定内国小所有小朋友跟家长感谢我们敏勋议员、怡芳议员，还有我们居安爸爸啊、我们桌球桌有很好的设备，然后居安爸爸这些捐赠了50,000块，我想说我们一定会专款专用，比如用在孩子对外比赛啊，孩子的服装啊、器材的添购啊，这个会交给我们教练全权处理。而对于基隆市米谷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吕居汉提出发展3岁以上幼童桌球的建议，也受到林敏勋和曾怡芳的支持，希望从小扎根，培育更多优秀桌球人才，创造更多台湾之光。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